某时尚杂志八周年 party 暨猫人装女郎梦想秀活动举行，名剧女孩小鱼儿身穿黑色全身透视装出席，成为全场焦点。其实现场的女明星多以性感服装出场，蓝燕性感开胸礼服搭配蓝色假发，三分性感七分雷人，巩新亮张丽同穿深 V 裙，一红一白。其实性感和雷人之间只有一步之隔，相比之下谁美谁雷不用多说，展示自己固然是好事，不过分寸还是需要。